这尊造型奇特的雕塑位于阿斯塔纳古墓群景区内，是以一幅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纳墓葬的绢画《伏羲女娲图》为原型创作的。绢画图片曾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试刊号首页。这幅伏羲女娲图绢画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考古证实，绘于公元651年，其纵长220厘米，横宽116.5厘米。画面上女娲发梳高髻，两腮涂红，额间有花钿，右手执圭。伏羲头挽方巾，斜插长簪，左手持举，两人头部上方绘日形，蛇尾相交之下绘月形，日月各有11颗大星环绕，男女形象四周也有大小不一的圆点，或散布，或以短线相连，勾画出星宿排列之状，充满神秘色彩。从20世纪初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过数十幅伏羲女娲图。这些伏羲女娲图主要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中，一般用木钉钉于墓顶，画面朝下，少数画被折叠包好，放置于死者身旁。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创造了万物，二人通婚繁衍人类。伏羲女娲图中，他们相拥交媾，手持圭矩与星辰宇宙间的画面，表达着生命延续的主题，也象征着古人对于宇宙天圆地方的认知观念。以伏羲女娲图作为随葬的习俗，最早兴起于汉初的中原地区，东汉时达到鼎盛。以伏羲女娲为主题的砖画、石刻及随葬品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现。魏晋至唐时，这种丧葬习俗流行于新疆吐鲁番地区。自西汉统一西域后，高昌便是屯田重地。从公元460年到公元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新疆地区各民族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借鉴，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大量伏羲女娲图中，一些伏羲女娲图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另外一些图为汉人的形象，汉胡两种风格的同时出现并存，说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高度一致。伏羲女娲图是新疆各民族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历史见证。